谢谢。
位有陈学顺立委办公室、邱义顺议长办公室，还有梁国超议员办公室、傅淑香议员办公室、谢章文议员办公室、郑秀芳代表的办公室，还有中立县新国小、平镇市立新国小学、平镇市立新里长的办公室，还有桃园县摄影艺术协会和法老永基一国。